下来要介绍的曲子是《The Rose》，是一首为1979年同名电影录制的一首经典流行曲。此曲旋律轻柔缓慢，仿佛能看见花朵轻轻绽放的瞬间。透过五声部逐次将主旋律叠加，呈现了如同玫瑰花瓣的层次，令人陶醉其中。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曲子。